大家好，我是台湾的记者黄凯迪。历经千辛万苦，我终于爬上了德国位于艾斯纳的一个瓦尔特堡。好，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城堡的一个全貌。这个叫瓦尔特堡，位于德国。好像在讲废话。OK。好，那待会我会进去里面逛逛。如果说有什么好玩的，我再把它录下来。对，我录一下这里的风景好了。这里的城堡通常都是在山上，所以要上来要走一段路。那这里蛮热门的，所以有一些入籍的同胞也会过来这边走。